来这要创啥？敢讲你是发现我是谁啊？啊，那边阿姨，拍摄给我您吃饭。阿姨，我是来找王德先生的，请问有在吗？你要找阮爸？伊无在呢，伊出国啊。是啊，恁爸派一零爸爸出国去替办代志，你找不到。我总袂当会忘掉好心面头前，公众怀疑恁爸是杀手的身份。阿姨，真正原因，歹势，我无方便讲。请问，干啥其他方法会当好解联络掉？无呢，是长生阿伯来跟我讲，我才知影阮爸出国啊。那这问题，我想你应该爱直接去问恁爸较紧啦。嘛唔知伊是毋是搁被诱敌啊，去替伊做啥物烦恼的代志？阿姨，为了王先生好，我靠近你，紧甲联络，才袂搁惹出啥物麻烦。我有联络过啊，啊不过伊的电话就是卡袂通啊。虽然王先生人来国外，啊不过若真正要甲联络，这嘛毋是啥物困难的代志啊。您敢有想过？王先生，我都跟你联络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讲不出嘴的原因？文瑶来这找汪有德，一定是诱到汪有德就是陈忠信的杀手，所以才来探听伊的状况。但是阮爸有跟我联络，我会请丽萍阿姨跟你通知的。哦，多谢你。那安尼，我留我手机号码给你。我去提纸笔。我的玉佩，婚姻已经收起甲伊的玉佩白做伙。安尼是咧创啥？我也袂当甲伊讲，我就是安吉啊。啊，这是我联络方式，再麻烦你啊。好。你的玉佩出特别呢，那也是两地合作伙啊。这是我，我一个好朋友安杰，这是留给我最后的物件，这对我来讲，有真重要意义。阿姨，海生，给瑞啊，那呢，我先离开。对文文这辆车，还有按这开枪的人，是不是汪有德？就亲像顶辈的决定同款，汪有德先闭起来，等你下令开枪。我唔知伊在讲啥物，这个汪有德我唔捌伊。敢是因为罗安杰伊的分别啊，离开伊个朱晴天的身躯顶了。走来给你负心啊！我就知影，你袂信的。陈明，你即马是安那？你为着死去的查某囡仔，你对家己的亲家后辈动手啊？因为你有没想这代志啊？那不是要强迫前因？公主王尔德是谁？我讲唔知啊。我来把守护兵，搁高桥来斗三江。
安尼是搁安那？你甲伊着罗安杰的时候，你嘛无事先甲我报备啊？啊，我交朋友状况，敢无需要甲你交代清楚啊？因为安杰的事，甲伊有关系。你敢有见过？那是无，我是建议啦。你这个应该讲，因为罗安杰的事，可能甲伊有关系。安尼我听起来会感觉较适合。我就是蔡进国，我问过王一林啊，你讲你派网友倒去告我办代志，第一时间来袂转来。上好才拄好代志，有关这个案件出意外，网友倒消息无去啊。我想问你是吧？安排网友倒出国拼红头对吧？偏偏就是有这么拄好代志。我确实是拜托爹啊，去国外替我处理一笔生意啊。哼，是讲这么简单的代志啊，竟然会让你起怀疑。陈明宇啊，你若是想要替我安全命啊，你直接讲就好啊，无需要再搞讲。你还是不爱信呢？你心好些啦！你真正要替家己的亲老爸性命？卡衰他！我今日即秒出来，跟阿妈姑拗等，亲手把这苏林摕了啦，生意应该给伊收在。你即马开出来，全拢是罗安杰。你心内讲啊，我这后辈啊。安杰死啊！你去死啊！你以为离开我？你这凶手，只有可能是我亲生爸爸。一切满心作孽的人，为了要赢，为了要落到海里岛，害了我最爱的人，你无法做无辜的害死。我问你。叫我等开心的时阵，你心内跟我姐好心，够啊！爸爸心内哪有可能无你？你是我的亲生好心，我当然是时时刻刻拢可能着你，啊，不过。我嘛捌甲你讲过，我的人生就伫个恁阿公伫我面头前断开迄当阵开始，都不属于我。恢复陈家的公园，这个使命，甲我这做后爸疼惜后生的心情，这比起来，我这心情真正是加密。所以我一直跟你讲，请你体谅我为难的所在。为着要公平阮陈家，这拢是咱必须要付出的牺牲甲代价。我不爱！现在我体谅你，我并不同意，爱付出这莫名其妙的代价。爱这个无应该本事，这代价牺牲品。你这挽回公义，不是公义，解不了。因为可能大家做破，因为我再要继续啦，看不起。其他所有人
不管你用什么方式骗我，我为人讲的真相就是，吴安杰的死跟我无关系。你若不相信，时间能够证明一切。现在敢会用的放过我这无辜的老爸？爸，这是我最后一遍求你啊，从今以后，这世界上对我沉迷于这人啊。你现在讲啥？你要切断咱两人的牵连吗？那是不可能的代志。就算讲你改名改姓，你嘛不可能改变一个事实，就是你的心上永远拢留着我陈忠诚的火。感谢你，我今嘛，得我身躯顶的火。恁两个人本来就无共路，是你用亲情给咱两个绑做伙，就是因为安尼，咱两个才会这么痛苦。既然安尼，不如我放下，以后你的恩恩怨怨就跟我无关系啊。以后，不管咱的路头还是路尾拄着，请你叫我陈文瑶。陈明。你是我用心栽培，付出真多心力，把你教养大汉的囡仔，对我来讲，你的重要性，不是任何人有法度代替。陈忠诚，莫讲我无提醒你，你这个用黄金姐啊，还有安杰辉。跟你开王宫，绝对是不堪一击海市蜃楼。咋办？要好学会，修了了。